竞品，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姜，你觉得没玩过的？我要蓝色的，那我就粉色的啦。仙女的水晶鞋。哦，这是一款可以 DIY 的高跟鞋。对啊，可以组装成独一无二的样子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高跟鞋，是装饰品。先把手上的碎片组装起来。这个非常简单，中啦，像极了一个在变身的美少女，只要3秒钟，完美完美。然后这里面呢有非常多漂亮的装饰，我们要把它装在这个高跟鞋上面。秘密已经开始在装饰了。这里我选了一颗狼宝石装在鞋头，然后就这样按下去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哇，好了，简单。那我是花田，我就选一颗花花好了。好多的钻石啊，我决定把它变成一只花里胡哨的高跟鞋。啊，这个贴纸贴在哪里的？像我这样贴在鞋底的。来，走一个。我是一个鞋底也有秘密的人，鞋底也要贴花花。哎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鞋带啊，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是一共可以 DIY 出这么多款式的。我以为只有一款。我跟你说了好多次。它其实还可以做出这么多款式的，然后我就挑了一个最简单的做。我的粉色高跟鞋，我的蓝色水晶鞋，完成啦！各位仙女们，欣赏一下这个特别美、特别的精致，而这个特别的浮夸、特别的